我相信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台湾要靠主继续往前，这是一个得胜的一年，让我们一起打美好的仗。祝福每一位在台湾长大的，还有祝福总统他再继续带领我们。我们只有一个总统，我们诚心的来祝福他，也只有一个我们脚上所踩的土地，让我们诚心来祝福这块土地。期待上帝可以在国家做更多更大更新的美好的事情，特别在蔡总统的身上动奇妙的工作，让上帝把这个感动摆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里头。因为如果我们基督徒全部能够兴起，台湾华人世界一定可以被我们改变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我的心很激动，因为呢我们的蔡总统从头跟我们敬拜到尾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为台湾祷告。我相信我们会不一样的。我们也当不忙，也当跟爱好的时阵，也当上这个福音的经济，跟咱来亚乐的好运，走向两代的合一。特别是年轻人非常需要上一代的成全，然后也需要学会怎么样去尊荣上一代。